主下体有拉筋的感觉啊，主下体有拉筋的感觉啊，那个变形金刚啊也过来了啊，也过来了，哎，变形金刚也过来了啊，把周围的围栏要拆掉啊，把那个大桥上周围的围栏要拆掉啊，这个是这边的啊，美国这里的，围栏拆掉啊，拆掉啊，拆掉，然后呢？哎，非得在那边刷油漆啊！哎，刷油漆啊，刷油漆，刷油漆啊！准备，很快就，搞完以后，很快就开始了啊！很快就大家看得见了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！是变形金刚在拆围栏啊，变形金刚拆围栏，非得刷油漆啊！然后，京城那边那个颜色也快到了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！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